大家好，辣椒炒肉到底是煎炒辣椒还是煎炒肉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。今天教你个方法。把这筋呢都撕净，避免辣。来个红辣椒，一个配饰，切成滚刀块，五花肉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好入味。锅里啊，不要放油，倒入辣椒，加入盐，使辣椒更翠绿，炒一分钟，捞出备用。色拉油，油烧八成热，加入肉。把肉炒入金黄，吃起来更有咬头。放入姜，放入蒜，放入豆酱，炒香。加一勺料酒去腥，来勺蚝油增加海鲜味儿，充分的炒香。点酱油，上点色，来点孜然，增加刺激性。来点糖，增加食欲。大火倒入辣椒，迅速翻炒，一分钟出锅。美味的辣椒炒肉做好了，肉中有辣味，辣椒中有肉香，下酒又下饭。喜欢的朋友快点来试试吧。